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八队于112年初接获情资，得知郭姓犯嫌为高雄地检署及桥头地方法院通缉在案之枪炮毒品通缉犯。通缉期间为躲避查缉，时常更换居住地点，枪不离身，并藏匿毒品，影响治安甚具。本大队遂于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桥头地检署苏美琪检察官指挥侦办，积极深入追查。专案小组经历多日搜证，确定郭嫌藏匿地点，持通缉文书于该藏匿地点埋伏守候，趁犯嫌外出之际，由埋伏刑警一拥而上缉捕，当场逮捕郭姓通缉犯及现场持有毒品之黄姓犯嫌等两人，并查扣改造手枪两把、子弹八颗、改枪工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及咖啡包等证物，其中查扣子弹中有两颗中凹弹。中凹弹是一种穿透力低但杀伤力极高之子弹，当弹头进入人体后，极易发生翻滚及变形，从而造成严重之伤害。且郭嫌随身携带改造手枪，遇有警方查缉，可随时反抗搏斗。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若大楼、社区邻里经常有陌生人士出入及疑似从事违法行为，欢迎拨打110报案，或向本大队提供情资查缉。警民共同携手维护社会治安，杜绝非法枪支毒品。本大队将持续加强查缉枪械与毒品之供应源头，以维护社会秩序及国人身体健康。您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了吗？我想和您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很关键的理由。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还想管制网路、钳制言论、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台湾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